白色轿车车头几乎被撞烂，车身扭曲变形。这里是南韩庆尚南道巨济市，当地时间3号中午，一辆载有台湾游客的旅游巴士和轿车发生碰撞，轿车驾驶不幸死亡，一名台湾游客受伤送医。이사고로승용차운전자 A 씨가심정지상태로병원으로옮겨졌지만숨졌고버스에타고있던대만인관광객한명도부상을입어병원으로이송됐습니다根据南韩媒体报道，车祸原因疑似是轿车越过中央分隔线与巴士对撞，但详细原因还有待当局调查。这几天南韩车祸意外频传，首尔国立医院急诊室也遭计程车冲撞，有3人被波及受伤。택시가돌진하면서건물을들이받아병원외벽이묻어졌고이렇게펜스도뽑혔습니다肇事计程车驾驶当下没有喝酒或吸毒，为何加速冲撞医院还有待当局厘清。只是这起意外就发生在首尔市政厅站事故短短两天后，当地居民人心惶惶。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